众蘑菇灭菌和高级烹饪可以共用高压锅吗？首先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对应关系，15塞对应着121摄氏度，100千帕、0.1 兆帕和一个大气压1鲍尔。然后来了解下不同压力下相对应的温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121摄氏度才是灭菌的标准温度。也有人研究降低压力的情况下延长加热时间来达到灭菌的效果，结论是延长时间有效果，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确定。在达到15塞的情况下，不同大小的包装也需要不同的加热时间来达到灭菌效果。高压锅有很多种，我在这里就分为两种，高压做饭锅和高压灭菌锅。高压做饭锅的最大安全压力低于100千帕，高压灭菌锅是等于而且高于100千帕。市面上 Presto 的几款不明确标记最高安全压力，该怎么办？我建议不要用来15塞下高温灭菌，没有安全保障。详细的博客地址和各种高压锅的链接在视频下面，请查看。本频道主要用来推荐优秀内容，起到导航的功能，希望能够帮助很多人尽快找到所需要的链接，拿到需要的知识和信息，少走弯路，浪费不必要的时间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非常感谢。